各位粉丝大家好，我是大人哥，现在时间是7月7号的下午4点钟。那为什么要有今天的影片呢？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也就是我的第一本著作，真的是全新力作的交易期货的第一本工具书。那感谢大家的支持，荣登伯克莱的畅销书排行榜前五名哦 ，Top 5。那另外的话呢，它也是期货交易的 Number One。那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因为我在我的 YouTube 频道，我让帮大家办了一场抽书的活动。那要送给大家我的亲笔签名书，原本是说20名，但是因为真的太踊跃了，所以特别帮大家把这个名额增加到50本。那待会就会来用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用线上抽奖的软体把这50名把它抽出来。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就请我们的小助手上书。好，那我们就来正式进行今天的抽书活动哦。那我们刚刚已经先把所有的名单上签名的名单都已经把它输入到软体里面来了啊。那但是因为有各自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给你看这些相关的名单。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你看撸真的是撸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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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粉丝的支持。那待会的话，我们直接用这个线上抽奖软体，然后把这50本的大人哥的亲笔的签名书来抽奖抽给大家。那这边其实只要按一下 mouse click 就可以把这名单跑出来，来恭喜大家，预祝大家幸运中奖。好的，那我们帮大家抽出这50位的名单，那就像如同你现在目前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这50位，恭喜以上的50位的幸运儿。那另外我们会由专人来跟我们这50位的幸运儿来做电话的联系，那请你提供您的住址，然后让我们在下个星期一的时候顺利的把这50本的签名书把它寄到您的府上。再次感谢粉丝们的支持，那在我的 Line、Telegram 还有 YouTube 频道上面会有更多更多不定时好康分享给大家，务必锁定哦，拜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盘势提醒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请加我的 LINE 和 Telegram 官方账号， ID 是小老鼠 DAREN888。 谢谢大家。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